真正高级的绣艺，不光在技术，而是在注入其中的情感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先生，我会绣出来的。你想知道你迟迟绣不好的鸳鸯绣是为何吗？先生，我明明是照着先生教我的法子绣的。关键不在这吧。鸳鸯自古是情爱的象征，你不通男女情爱之事，自是绣不出其中的精妙。你是有天赋的，只是总差了那么些许。真正高级的绣艺，不光在技术，而是在注入其中的情感。先生，不能下来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跟我来。喜欢吗？